又 make a difference 嘅可能，打破舊有嘅教學單向模式，以戲劇嘅力量完成教學嘅任務，一齊去互相幫助底下完成唔同嘅任務。所以教育劇場就幫佢呢只獅子走出嚟，幫助教師繼續喺學校推行戲劇教學，希望能夠更加多嘅學生受惠，更加多人加入我哋。自己的崗位做回自己的本分，做不下去趁天和尚黐座借和尚，有一些肥料還有水還有一些陽光，如果缺少任何一樣東西的話，我們人會不會有果實呢？就是因為我覺得人自然會怎樣，我們怎樣對人自然會怎樣，是的，我們怎樣對人，人家自然怎樣對我們，那不團結精神互相合作的話，這樣對我們的國家有什麼好處呢？中瑜伽和道家，因為瑜伽的教育制度好，而且待人有禮，不會跟人不斷打仗，而道家就順其自然，不會逆天而行，如果你破壞這個世界，世界就不美好。